要美少女有美少女，只可惜美中不足的是指挥官太丑了。阿姨帮我记一下。我们介绍好玩游戏给各位的时候又到咯。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这款纯白禁欲，相当的不错的一款游戏。不过我们这个是目前是测试服，先锋测试给各位看好不好。不能跟你玩，我要走了。不是，就还没开服，是想怎样啊？是要怎么一起玩啊？哭啊！里面呢，角色的画风呢，好看，在它的游玩体验上面都是非常的流畅，并且也是这种提供非常多这种游玩平台给各位 ，PC 啊、iOS 啊、安卓啊都 OK 啊，想在哪里玩，都 OK， 非常的方便。有没有穿少一点的？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来小抽一下，所以不用担心。这个枪也是要抽的，因为每个角色对应的枪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要自己用一下。这些都可以切换，然后每一把枪啊，每个角色都是可以做提升的。来，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战斗环节，给各位看一下，准备作战，出航。它有护盾，而且可以削弱伤害。OK。普通射击对护盾有双倍破坏效果 ，OK。不过这款游戏射头好像伤害会更高一点，所以其实你们瞄头的话也可以。开滚，开滚，开滚，开射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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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狙头伤害超高，对啊，它射头的话伤害是会比较高的，所以你其实可以瞄头，瞄头的话你会打得更快一点。然后像你，因为它可以上阵三只角色嘛，它旁边有这个按键，你就可以按，你可以召唤出它来帮忙，对吗？它可以过来帮忙你打。然后有一些角色是打伤害，有一些的这个辅助技是打 CC 的，每一只都不一样。想说工伤这么好看，原来是好玩的游戏，配上哥哥的帅脸，当然 ，OK， 直接开抽，我们就从最上面这个开始，有没有？他推荐给新手。他这个有报道福利，10连8折，而且50抽内必出橙色的哦，好不好？他的保底只有50抽，50抽就有一只橘色保底。十次共鸣，开化。蓝色是最好的吗？没有，橙色是最好的，橙色最好，再来紫色，再来蓝色。这动画好好看哦，当然都是这个很用心制作的，好不好？等一下进去游戏画面。你会更赞叹，你偷玩过了，我当然偷玩过啊。我们目前这是测试服，体验给各位看。自私，我也好想玩，只有你能玩哦。自私，是你要看你有没有申请嘛？超不自私，完全不想玩，又怎么了啦？罗成，什么名字？难怪讲话素质这么差，怪不得。老哥，你好像要保底嘞，没关系啦。来了，没有保底。哦，熊熊熊熊熊熊，这只我好像没有哎呦，有这只我有，这只好像有了哦。你抽到重复的可以来激发它这个天启，所以抽到重复的其实比较好。我们其实更需要的是抽到重复的，应该会比你抽到新的好。这样子重复有提升的话，感觉更强一点。班长，右边那只猴子穿太多了，不喜欢。哦，冲锋枪，我们要的百战老兵，漂亮，可以。我们需要的第一把来了，冲锋枪，漂亮。再抽一把狙击枪，功成身退。有了，太空骑手，刚好一人一把，漂亮，有了。嘟嘟号，一人一把，漂亮。我操，抽了超多枪，有没有？这一支。武器也要给他换一下，给他换这个百战老兵，漂亮，然后培养起来，马上使用我们刚刚抽到的全新角色全新枪，开始体验。好，那我们换完一把狙的试试看，用一把狙击枪给各位看一下。
哇，狙击枪很痛，狙击枪很痛。北投狙神甩狙，没甩到，没甩到。2319，哇操嘞，超痛。啊人类啦，为什么一直乱跑啦？跑什么啦？在干嘛啦？坏掉、哦！在跑什么？哥哥，您真的是天生的神射手哎、欸！当然，枪很硬的，有没有？就是这么强悍，狙击枪就是这么的过瘾哦。阿年伟，我以为哥哥是为了工商才玩其他游戏，没想到是一个这么好的游戏。阿年伟，当然，哎、欸，这只好硬哎、欸。做坏了，做坏了，做坏了，好硬啊！是要把他推下去哦，是哦。那他过来，过来一下 ，Loki 的，这样。古有罗杰靠鬼东，今有问安靠偷米，互相帮忙啦，都是互相帮忙的啦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射不到这一只哎、欸，射到哦，他有护盾啊，他有好几层护盾啊。探头，马上射掉，一起来我就射。挡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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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换我。哎、欸，大炮模式开启。棒。棒棒，到底有几个人？也太多了吧！什么鬼？什么鬼？哦，终于，真假？居然有这么拟真的游戏？请问现在是2030年吗？就是这么强悍哦，就是这么的强悍哦。OK， 那我们这次介绍这个陈白禁欲、欸、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欢迎现在赶紧的预约，双平台都有预约，好不好？7月20日全球公测，台港澳地区同步上线，就可以一起游玩咯、欸、好不好？他们现在预约的话，就有机会获得 iPhone 14 Pro 还有 Samsung S23 Ultra， 好不好？所以有兴趣的不要错过这款好游戏了，陈白禁欲，我们到时候开服见。